那我们接下来那个要邀请的教授是张瑞吉教授跟张雨慈小姐，他们带两首歌曲，第一首歌曲是妈妈的金龟，然后带第二首歌曲是曙光为狼。让我们掌声有请张瑞吉老师以及张雨慈小姐。 大家好，我叫做刘世杰，我今日带来这个 partner 是我的堂妹张雨慈女士。本来较早我拢家己唱歌啦，即摆来教会，因正规会开会了，我决定讲，啥物即摆节目要改，最拢爱两个来对唱。 对我来讲，非常一摆经验。啊，我因为一旦两个人对就爱做默契，吼，爱做会合。啊，但是呢，我以前拢有捌有一款经验，吼，啊，所以为了要做这节目，所以之后就两时去找阮堂妹来配。啊，国际来伫个讲，本来妈妈这张歌，这首歌是我写要动情。 啊，结果为着这个节目，所以我准备爱甲妈妈这张歌改做台语曲。哦，啊，我家己在搁在写第二部的声，啊，写第二部声，我较早毋捌写，我个人晓写独唱的歌，我毋捌写迄个合唱的歌，啊，所以后后啊，咧不能再咧排咧不干，啊嘛，只来下载结果真好啊，歹，啊，所以呢，看下效果若无好，想要冷静忍耐，一定放下有恁食饭啊，迄款。 语卡吼，所以爱修诶，原谅一下吼，就包含一下。 谢谢，应该有彩排。继续要唱这首《思慕的人》，要来思念这个张延宪教授。
当年轻到想吼，一个足甜蜜的故事，想要甲大家分享。伫咧三年前的时阵啊，我要我伫开销，我要去迄落国际文物协会演讲。啊，迄当阵啊咧，我伫去开销咧，邀请张连线教授来参加我的演讲。啊，伊问我讲，你要讲啥？我讲我要讲台湾历史。迄当阵啊。名的校长啊，迄个刘富美小姐，伊可能遐蛮运动，是讲会有人要讲台湾历史，搁邀请伊来啊，是，啊你叫伊有来无？有来，而且伊足早就来啊，而且全程长路啊，我讲完了哦吼，伊我讲完了，伊有上台致辞，真欢喜。啊，本来阮要成立一个新台湾文化协会，啊，因为实在是太无闲了。啊，伊的腔调实在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阮今仔礼拜来唱这条诗歌的人来照亮伊，而且呢，想要甲伊讲讲，咱已经胜利啊，搁个迄个不离不弃的国民党怎么倒啊？所以讲，这内底有伊的努力甲打拼，为你带来诗歌的人，谢谢。心爱，心爱。
谢谢。那您请背后红包太多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，谢谢张瑞吉老师，以及我们张女士小姐。